大家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安全教育开始了。为什么要小心马路上的下水井盖？对了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每次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如果用脚去踩下水井盖，总是会被一些大人骂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下水井盖也是比较危险的。下水井是城市排水的地方，雨水和生活污水都是从这里流走的。小朋友们最好是不要在井盖上踩着玩，因为一旦把井盖踩翻了，你可能就会掉下去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请小朋友们记住，走路时尽量绕开下水井盖。